泡面。你们最喜欢吃哪个口味？这是红烧的，太好吃了，老坛的这个是。泡面，就爱吃泡面。我喜欢吃红烧的，你们喜欢吃哪的？这两个是新出的，我尝尝味道。
吃酸菜牛肉面。泡面，心心念念的泡面。老坛的，这是红烧牛肉面。香辣的。